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瑟人代全球彩妆师 Bobby。逆光妆容它其实有两个重点，一个就是在于底妆必须要呈现有光泽柔雾的质感，简单来说就是利用光影来去营造我们五官的立体度。唇妆的感觉也是犹如逆光一样，有光泽，像打了一盏 spotlight 在我们的唇上面。